我没有对手，搞不懂啊！打工我有点被抓怕了，有点。他的举动我都感觉他妈的没有人都觉得很奇怪。他的小动作太多了，不像没有人的样子。 跳来跳去的，我都以为有人在抓呢，没人抓。主打一手心理压制是什么？你平常不走呀？亏不死你，小子。 这里面动作挺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些动作代表什么意思。这分段起码 艾欧尼亚的七八百分了，因为对面还有个宗师，分段不够低的，你知道吧？艾欧尼亚宗师起码都是千分以上的，这帮人玩的真的很奇怪、啊。像黑色玫瑰的白银之类玩，问题是艾欧尼亚还不如黑色玫瑰吗？ 你要是郊区就算了，黑色肯定是不如艾欧的呀。黑色好像现在全是导演，玩不了。整天看到有人营销黑色导演，怎么恶劣？刺穿他们！ 马上就好。准备去死吧！怎么没有掉呢？ 我自信能走位啊！ 他妈的笨逼啊！不是你这是人在玩游戏？好吧，四个人，肯定直接把手放在 W 上的，不管他怎么按。 现在就是两点了，我也就一时，我线有点亏。
这瑞文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不得行，不得行是哪的方言来着？川渝吗？还说略文，半斤半两的，确实半斤半两的。好疼啊！干人怎么这么疼啊？他七级我六级，难怪呢。我还是在重庆待过两年的，哦，待过几个月的，待过三四个月吧，待不下去就回来了。不过是在工会待的，刚开始在斗鱼这边播的时候，在那边待了一会儿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是用我成功。抖音那个刷啥？刷那个鲜花嘛。抖音里面钱我都没提，我抖音好像有10000多没提，好像一万大几，就是视频播放流量。这视频播放流量是真的有点低啊。可以全挡住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？好像有保镖呢，谢谢你。完了，他不是隐身结束了吗？又隐身了。有点昏了，有点。对完之前了，很合理。
隐身是有 CD 的，他露头了，当然是要等一会儿才能有这个隐身技能。还吃啊，过分啊，贪吃蛇啊。还不想杀你，听说你值钱了。感觉玩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哎，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说。这个游戏摔了什么的，第一就是第一，你无论怎么唱衰，诺尔诺他就是第一。因为你发现别的游戏都不耐玩啊，你可能一阵子会觉得，哎，我操，吃鸡吸引我，哎，诺尔诺垃圾，然后玩一阵子发现诺尔诺还在好玩，然后又发现什么别的开船一大堆，反正乱七八糟的，我也没什么印象了，反正。还是得回归诺啊诺啊，可能你也不会回归了，但你别的游戏玩不下去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诺啊诺不需要所谓的冠军来维持热度，好吧？冠军都是无所谓的，谁夺冠，诺啊诺热度依旧是 number one。送给那些冠军，那些说不夺冠就退的那些人。撸啊撸不需要你来玩，马上就好，即将脱落。不是，你怎么老盯着我打呀？坏不坏呀？你这。CS Dota 加起来的乘二都比不过努瓦努一个，都比不过努瓦努哎。这翼怎么还拐弯的呀？他这翼怎么像拐弯的似的？是我接的好吗？你当然不能跟王者荣耀比啊，要比也是跟端游比，跟手游有什么好比的？手机游戏人都可以玩，那种日活，很明显就没那么对了。要比也是跟端游比好了。刚哥。还要说啥？就叫声干哥啥？